我很小的时候就住了个茅棚，住在这里。我跟我爸爸有几兄弟都是在这里住的，有五兄弟几妹。2008年12月28日拆过。你不走吗？就常来，派了几千个警察来，开警枪，整个岛上都是警枪，整个岛上都是警枪，谁敢动？那你的东西搬到这个石洞1004。先收起来，外面那个人看着。身上有人看吗？尽量避免那收起来，尽量不要给。我现在说吗？收起来。